3月1日，有网友晒出杨幂现身深圳机场的照片，疑似在新电影杀青后秘密回港看望小糯米。照片中，杨幂一身黑色装扮，十分低调，仅有一位友人送机。杨幂走路时都是驼着背，看上去好像十分疲惫。而早在25日时，就有粉丝在微博上发文称，后天姐姐来深圳，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杨幂此行的目的就是回香港。之前大家都不相信，但是看到今日大秘密的深圳机场图，好像就都对了。